So guys, against the sky lattice preview, please enjoy this video. 我这是怎么了？属下，属于自己的东西，他人藏起来，他进入凡府圣境，莫非和我的目的一样，都是为了那剑宝贝？炼丹的过程中，任何人不得交流，没令者当场处决。凡云，这是丹术大比最后一场，你可得尽全力，宗主放心，弟子会尽力的。